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尊。考试终于考完了，今天是礼拜五的下午，因为学校被当成会考考场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才上半天。目前正在会考的国中生们，来了啦！就各位所知，在前几部影片我都有说到，我要换房间了。我目前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小了，究竟有多小呢？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全台湾的人都突然说要来我家的话，我的房间根本容纳不下了。三分之一的话应该还可以啦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认为房间如果再大个一倍的话，全台湾的人应该就可以进入我家了。为了避免全台湾的人想要一同进入我家的处境，所以我们今天得换房间吧。这个就是我的新房间了，真的还蛮大的。不过看一下大小，全台湾的人应该是容纳不下，二分之一应该是 OK 的。不过为什么我们一直等这么多天，我们才要换房间呢？因为我一直在等，哇，这个壁纸，没有错。这房间墙壁不是很丑吗？所以若是有壁纸加持的话，我的房间就跟卖东西差不多高级了。给你们下个画面见吧。经过了很久的时间，我终于把这些壁纸给贴完了。地板是用木头壁纸，这个是用什么白砖头？我不知道，管他的。地上也乱了，战争过的战场总是得乱。没关系，那我们把这些全部清掉吧。刚刚是这个动作。OK， 总之已经就先把这边全部清空了。接着就是把床搬进来，因为床怎么搬是呢？我是睡觉，这个地方没有贴壁贴，因为壁贴不够，我想说反正床应该可以挡住，等下再拿一些挂画把它盖住就好了。OK， 开始搬床吧。全部都完全盖住，还是会漏点出来，管它。要是直接睡木头床的话，不像我的头床起来就睡掉了，人不会煮洗，然后隔天起来之后头发全部都被煮洗拔掉。OK， 我们床都用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把我们本来房间的东西搬上来了。从昨天下午2点用到今天下午4点，终于把东西全部搬到这边来了。我17年，有7年在睡觉，有5年在学说话跟走路，剩下5年。就是把我的房间的东西搬到3楼来，超级累的。我真没想到我东西那么多，我那个房间才几平而已。也对，去冲个澡吧。首先，现在把壁画也装到上面去吧。OK， 这样老公老婆就在一起了，挂念吧。慢慢放下，用狠的放，狠的放好像也不会比较好。这样慢慢的咬住应该用完了，超累。终于把我们的房间给弄好了。从昨天下午2点忙到现在已经晚上6点了。我本来想说昨天下午应该就可以弄好了，所以今天应该可以再出一片，结果现在不行。所以这边你们看到已经是礼拜日了。祝国中会考的同学有好成绩啊！反正我也不能祝你们加油了，因为出来的时候你们考。在此我要谢谢大家，在礼拜二的时候我的订阅数突破了1000了。其实我本来预计订阅一出1000半年左右，结果没想到你们竟然在3个月还就已经完成了1000订阅。结果我刚看了一下，已经2000订阅多了，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也感谢你们这些人订阅。今后我会做更多影片，我不知道有不有趣，但是我会拍出我自己觉得有趣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